牙锅子啊，抖腿对脊柱不好。没事，这么多年了，一直就这过来的。可是抖腿容易散财呀。这个坏习惯要改。你赶紧喝呀！这医生给我开的药太多了，太苦了。可是这个药可以减肥呀。你咋了？我真的好喜欢他呀，我觉得我命都可以给他。可是他打你财运呀。啊，那不行吧。辣条，咱下班以后记得从那个斑马线走啊。可是那边近呀。走斑马线赔得多。哦，对对对，不为别的，主要就是我们是要做一个有素质的公民。我真的好胖哟，我要开始减肥了。那你减呗。可是我坚持不下去。你内果湿外果寒，身寒体弱，桃花没有了。哎，教练，我要报课，10个够吗？那20个吧。